出来一个管，从那穿进去，后面有洞，然后用输卵管穿进去。先链接这个，如果铲子转不动的时候，往外拔一把，转动。尽量管，那铲子呢？这一块卡在桶上。嗯。把这个电源连接上。躺在这儿，连接，拿起咱们的遥控器，行。现在马上就要干净了，冲得非常干净。